所以麦学，那么这就是，那么这里就进入我们要讲的佛法的要点，就是五大要素。五大要素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关于皈依，学佛早年就叫皈依。那么皈依呢，很多时候啊，我们人更多的会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是一种仪式。甚至有的人说啊，这个仪式不重要啊，可有可无的仪式嘛。其实皈依不只是一种仪式，皈依是通过一种庄严的仪式来完成你生命内在一种高大的宣誓，一种非常重要的宣誓。这种仪式只要是要帮助你完成你生命的一种，你人生的一种重要的什么样的宣誓呢？那就是我要以佛法身当宝，作为我的生命的归宿和依赖，作为帮助我改善生命的一种智慧的手段和方法。那么佛法身当宝，佛就是代表着我们的目标，偶像，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榜样不是偶像，我们的榜样，那么法呢，就是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身就是帮助我们指导我们使用这个方法的老师。当然，身也不是说所有的僧人都能够帮助我们来使用这些方法，所以在佛教里面，他就特别的提倡要亲近善知识，你要亲近一个好的老师，亲近好的老师，他就能够帮助你使用这个方法，能够引导着你走上菩提大道，能够带着你走向捷径，避免走弯路，让你自己啊在那里啊埋头杀业的。瞎走瞎转的，最后啊，可能就是狼狈不堪。所以皈依就是一种信赖，皈依就是建立一种信赖，对这个方法建立一种永久性的信赖。因为如果我们要让这样一种智慧，这样一种智慧的方法，对我们的生命能够产生作用，那我们一定要相信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它对我们很重要。并且呢，它一定要能够在我们的内心啊具有相当的分量，必须要具有相当的分量。那么如果它在我们的内心啊如果没有分量的话，它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啊？你想一想，如果这件事情你觉得不重要，它对你会有影响吗？那么反过来说，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它有几分重要，它自然就会对我们产生几分影响。我们觉得有五分重要，它对我们的影响就会有五分。我们觉得有十分的重要，它就会对我们有十分的影响。如果我们觉得有100分的重要，那么它就会对我们产生100分的影响。所以我们觉得它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性和它对我们所能够产生的影响，这是成正比的，这是成正比的。所以就是我们讲皈依，皈依呢，就是要通过一种庄严仪式，在我们内心形成一种强烈的一种印象，然后皈依之后，我们还要不断修皈依。很多人皈依之后啊，那么因为人的需要很多，人不是只是一种需要，每一个人的内心啊都被奠定了无数的需要，尤其我们今天的需要太多。而且外界的环境啊，对我们诱惑又是特别特别的多，所以一个人要从固有的需要里面走出来，这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每天啊，家里的事情啊，工作的事情啊，还有吃喝玩乐的事情啊，每一种我们的内心是在一个不能自主的状态。你们在座的哪一位，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自己心灵的主人吗？我们哪一个人觉得自己已经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你要可以做自己的主人，你就是自在的。但事实上，我们的凡夫啊，多半啊都不能够做自己心灵的主人。
事实上我们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在我们惯性的支配下，我们每天要做什么，事实上也是你固有你过去坚持的程序啊。在那里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当然你的意识虽然也有一定的选择的空间，但很多时候你选择起来其实是蛮难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也知道这个事不该做，就是你还是去做的。有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事情很重要，可是不是没有办法认真的去做。也就是我们虽然有这种这个理性的选择的能力，但是呢我们这种理性的选择很多时候啊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是要受到这种创新的影响，我们使用起来是非常的困难，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强化，我们现在虽然通过学习佛法、听闻佛法之后，我们已经意识到三宝在我们内心的分量的地位，对我们生命的重要，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三宝对我们生命的重要。可是我们问一问，三宝在我们内心究竟有多大的分量？它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生活究竟有多少影响？也可能很多人虽然学佛的，但是他的整个观念，他的以及他的整个生活形态，还都是在固有的这种串习的支配下，其实并没有多大的改变。所以呢，我们需要让这个佛法在我们内心里边啊，从这种星星之火啊，到变成在我们内心里面形成巨大的力量。这个过程中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培养，需要不断的修归，所以我们这次的这个四明静修营啊，我们就今天晚上都会安排归共修，我们也专门为这个先写的归共修语轨，就是帮助大家来强化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的地位，同时也以此帮助我们强化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目标。我们需要非常照顾自己，我的人的目标是什么，我活着应该做什么，这样我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我们需要不断的照顾自己，我们如果不照顾自己的话，我们的方向很快就会迷失的。因为现在这种社会诱惑太大，我们内心的这种需求太多啊，我们会迷失在这种混乱的需求里面，我们会迷失在混乱的情绪，我们会一直在这种无意义物品中，我们没有办法从这里走出来。所以呢，我们需要就是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皈依，不断的强化，通过皈依的修行啊，来彼此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目标，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把我们这个人生啊，还有可能真正的这个实现这个人生的。所以皈依呢，这个是佛法的第一个要素。然后接下来就是佛法它有两条途径，整个佛法的修行啊，宗派虽然非常之多，但是上呢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条就是解脱道，一条就是菩萨道。所有的修行啊，基本上都是要不就是解脱道，要不就是菩萨道。那么解脱道，什么叫解脱道？解脱道就是叫心向个人解脱。那么菩萨道呢？菩萨道在一方面它要具备解脱的内涵，同时呢，它还具备的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解脱。当我们说到解脱道的时候，其实更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倾向于就是自己的解脱，就倾向自己的解脱。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就会把这个解脱道啊称为朝圣。倾向于个人解脱的修行呢，这一部分人啊，称为朝圣。那么倾向于解脱道的修行呢，这些宗派呢，我们过去呢，就是说，一般就是指南传佛教，它更倾向于就是在这个修行中，它更倾向于追求个人的解脱。那么在佛教里面，除了朝圣以外，还有就是我们也把它叫做朝圣。什么叫朝圣？朝圣你看。乘就是车啊，你看自行车就是小乘，航空母舰就是大乘。就是说你在解修解脱的过程，你还一定要想着自己解脱，而是你想着我不仅仅要自己解脱，我不仅仅要完成我自己的生命的学习的解脱，我还希望能够带领着一切众生啊，也都能够走向解脱。那么这样一种话呢，就是大乘。
所以大乘跟小乘的差别不只是在于哪一些经典，我们说哪一个经典是大乘经典，哪一个是小乘经典，这个只是一个角度，更重要还在于我们的发心，我们发什么样的心，我们究竟发的是思想的自己解脱的心，还是想着我要带你的理解众生走向解脱。那么这个发心的不同就决定了我们是小乘还是大乘。那么我们中国中国的佛教、汉唐佛教、大唐佛教都是属于就是大乘，都是大乘佛教。但是但目前我们汉唐佛教的行者啊，真正具有这种大乘的发心和大乘的修行的人呢，其实是就是说凤毛麟角。很多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也跟传统的佛教它对菩提心的认识不到有关系。很多人虽然觉得很多大乘道理，可是他并没有把这个菩提心啊发起来。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一种这个，就是一种我要帮助一切众生啊，我要帮助一切众生走向解脱的这样一种愿望，这就是菩提。那么我们先讲到的就是解脱道，解脱道的修行首先要皈，那么皈依完了之后就叫发心，发心是让我们每个人，我们每天都在发心，我们每天都在发心，只是说我们现在发心是在不自觉中，不自觉中发心的，因为我们每做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有心的参与，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参与的可能是一种自私的，我是带着自私心在做一件事情，或者有可能呢？当然这个心的参与其实包含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动机，一个方面就是做事的时候的用心。好像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的动机啊，就是有可能就是为了自己，或者是为了这个帮助更多的人，还是说是为了解脱，还是为了现实的利益？如果你为了现实的利益，那这就可以成长防护心。我是为了现在赚更多钱，让我在这个社会上名声更大，福报更好，那么这还是人间福报一种传统心。那么如果说你在做在过程中，你的目的是为了解脱有什么样？我看是布施，布施为了什么？就是这个布施有两种，有的人布施他为了自己福报，还有人布施呢，他为了减少对世间的贪着。那么这样的一种布施啊，它就是属于菩提心，菩提心。所以什么叫菩提心呢？菩提心就是要，就是要脱离轮回，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意识到轮回的过半。轮回通常讲的就是六道轮回，三个道，尤其是三个道的痛苦，第一的痛苦，二的痛苦，畜生的痛苦。那么，就是轮回里边啊。它是充满着痛苦，那么这个痛苦的根源在哪里？痛苦的根源在我们每个人内心，因为我们每个人内心啊，我们对生命充满着困惑，然后我们就会制造了很多痛苦和烦恼，由这个无明就是制造很多迷乱的感觉，那么这种迷乱的感觉呢，事实上就是烦恼，那么在这个六道的众生里面啊，每一道的众生啊。事实上是代表着我们的这种心灵的不同的发展。比如说，我们讲六道也不规定说一定要到这个六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世界，就是我们很多人，也不一定每个人，我们很多人内心，我们都有具备有这种六道的这种潜在的，这种业和定因素。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世间上。有的人他的整个生活就是一种欲望的生活，就是除了饮食男女生存享受欲望以外，那么他没有更多的这个人生的追求啊。那么这样的一种生活呢，就算他就是一种动物的形态，他的整个生活形态跟动物啊，他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他虽然是人道的众生，事实上其实他是动物道的，他的心理应该动物道的众生没有。差别不是很大，
那么也有的人呢，他可能是这个他这种对于世界上这种物质的这种渴求很强，他一天到晚他一天都会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不断在渴求，就是，那么这种心啊，心态就让他会有一种恶劣的心态。这种人的心啊，自己发展下去，最终他就是成恶劣的。恶劣的那也是一种饥渴，永远都是一种渴求。他也有没有满足的时候，他赚了再多钱，他也没有满足的时候。这个是一种恶劣的心理心态。然后恶劣就是属于这种心啊，进一步的发展下去，那么就是恶劣的。那比如说像这个阿修罗啊，阿修罗的特点是一天到晚就是要跟人家斗争，这个天斗、地斗、人斗啊，这个人要斗个没完的，不断的跟人家换取斗争、换取斗争，其实这种人就是他的心态就是阿修罗，阿修罗的心理心态，那么这种心态发展到最后啊，他就成为阿修罗了。阿修罗他的特点就是他的身份性很重，身份性很重。那么还有一些人呢，每天啊，要不就是被这种极性啊、极度的折磨，或者是被那种烦恼极度的折磨。那么这种人他就是这种抑郁的，抑郁性的爆发，他内心每天被这种烦恼煎熬的，甚至有的人被极性煎熬的求生不得，求死。这种人就是抑郁的心态。所以这个六道呢，我们不一定要到六道里面去找，要从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面去找，看看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恶鬼，看看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这个动物的东西多不多。你看天人就是想着一天到晚就是想着这个，你比较像这些澳洲啊、欧洲人啊，他们这个生活的环境很好，他们的内心啊。烦恼也不会，很多人啊，他的烦恼也不会很多，反正每天就是喝酒啊、玩啊、饮食男女啊，每天就是过着这样一种生活，那么这个就类似于有点这种天人的这样一种生活形态，他的心很简单，他对人呢也不会太多的去思考，反正就是每天就轻轻的控制自己的感受。就是比较类似天人形态，那我们人道呢，就是有始有乐。所以六道从哪里来？六道都在我们的内心，六道的根源就是在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说要这个出离轮回啊，出离轮回，当关键要出离这个轮回的根，轮回的根就是在我们的内心。这个内心啊，就是惑的界，惑就是迷惑就是轮回。不了解生命的真相，然后因为不了解的真相，就遇到很多这种迷乱的感觉。那我们的修行呢，解脱道的修行就是要把这些把迷惑给消除掉，同时呢，把我们所制造的这些迷乱的感觉啊，彻底的把它清除掉。那么关于解脱道的修行，主要是包含的戒定慧。所以我们讲五大要素里面一个戒，戒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要持戒？这个戒的作用大概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它是帮助我们这个改变跟这个世界的众生的关系。我们现在跟众生是世界跟众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的关系就是一种贪嗔痴的关系。我们的整个生活啊，都是以自我为基础，然后是你的贪嗔痴。我们觉得你这个人好，你这个人不好，很多时候啊，都是跟自己的感觉是有关系的，都是跟这种贪嗔痴的感觉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到都是，这个东西好吃，那个东西难吃，我们都是跟我们自己的贪嗔痴发生关系。我们所有评判的标准都没有离开我们这种贪嗔痴的感觉。所以我们跟世界的众生的关系啊，是在我们所建立的这种贪嗔痴的关系。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持戒，就是通过一种宣誓，我们要改变跟世界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建立一种解脱的关系，互相爱护的关系。当然，现在这种互相爱护的关系，它还是单面，就是我们这一方面可以开始做，因为很多众生他没有这种觉悟，所以先从我们这一方面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造戒造十八分的戒，我们就是要对协助你们还要承诺。我从今开始，我再也不伤害你们。当我们做这样一种承诺的时候啊，事实上呢，我们内心的这种杀心，我们内心的这种这个嗔恨心啊，实际上会得到转机，将会得到转机。所以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改变跟自己的共同的关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啊，通过坚持的时候，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形成一种力量，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叫做戒体。这种戒体呢，它对我们内心的这种不良的放弃的发展，它具有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就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心里面形成一种力量。那么通过这种力量来阻止我们的幻觉的发展，比如我们看到好吃的，看到一个动物，我们就想着起贪心，我们贪心就犯出来了，然后就想着把它给吃掉。然后如果我们看到难受的，哎，他的钱这么多，或者你想要买什么，让他搞到啊，那么就是你的贪心啊，贪心发展，或者有可能就会做出杀盗淫妄的事情啊。因为杀盗淫妄是万事建立在贪嗔痴的基础上，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实践呢，就是我们通过戒体的力量来阻止我们，当我们面对这种诱惑的时候，我们阻止我们内心的这种不良心因素的发展，所以我们实践不仅是利己，同时最大的是在利己，那么从第三个方面来说，造戒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因为健康的人格，它是建立在健康的生活的基础上。只有拥有健康的生活，才可能塑造健康的人格。所以戒通过持戒呢，它是一方面它帮助我们，就是远离很多不应该去接触的环境。然后同时在仔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仔细的过程中呢，同时呢，使我们内心很多不良的心理啊，就是阻止我们很多内心的这种不良的心理因素的发展，也是阻止我们贪嗔痴的发展。所以戒前提就是止恶行善，止恶，尤其戒解脱戒它的特点是止恶。那么菩萨戒的特点呢？它不仅仅是指的，同时也通过相应的规定来帮助我们如何的去发展我们内心的这种良性的心理因素。比如说什么善事你该做，什么善事你应该做，通过这些规定来帮助我们发展自身的生命自身的这种良性的这个品质。那么这个是持戒的作用。那么除了持戒以外呢，但是我们人的内心啊，很多时候并不是说你不接触环境，你的内心啊一定就能够保持一种安静的。因为人呢，我们人还有第六意识，这个第六意识啊，它的活动非常的活跃。一件事你关在房间里面，它也会不断的把你内心的一些这个种子啊，这些心理啊，给翻出来。所以一个人是即便自己关在房间里，他也一样可以胡思乱想，一样可以打乱想，一样可以乱想纷飞。所以我们现在需要一种定的力量，一种定的力量。那么定呢？定的特点事实上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定的特点就是我们刚才跟你讲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心理啊。那么每一种心理呢，它都带有了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资源，都带有了我们的这种心理的这种资源和能量。比如说贪心，比如说我们的心理的资源可能是100分，那么我们的贪心可能占有30%的资源，嗔恨心可能占有20%的资源，嫉妒心又占有多少资源，然后什么心占有多少资源，然后每一种心理它的资源啊，如果我们这种心理它所带来的资源越多啊，它在我们内心里边，它的这个也像它的股份越多一样，它的这个可以它说话的可能就越多，那么它对我们的内心啊所能造成的影响就会越大。那我们平常过去呢，我们一直都没有，从来都没有管理过我们的内心，所以我们经常把我们的资源乱投资啊。因为我们不懂得自己的心理，所以我们呢
这个对我们的内心，我们就会乱投资，经常会把我们的资源投给这些贪心，也经常会把我们的资源投给嗔恨心。那么这样的使我们的内心那个不良的心理啊得到健康的成长，反而使我们的内心有很多良好的东西早就萎缩了，早就萎缩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会那么多痛苦，那么多烦恼？那就烦恼，烦恼谁造成？是我们自己造成，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内心，因为我们不关心自己的内心。所以我们要修禅定呢，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善的所缘境，选择一个善的所缘境啊，作为我们的这个培养正念的力量。当我们选择，但是这个，因为每一个心理的产生啊，它都需要有一个背景，它都需要一个相应的影像。比如说我们每一种心理的产生，可能有的心理是跟某一个人有关系。可能有的心理是跟某件事情有关系，你们想一想看，任何一种心理，比如说你恨，你一定是恨什么人，或者恨某件事情，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比如说你爱，一定是爱哪一个人，你在乎，一定是在乎哪一件事情，你不在乎，也是不在乎哪一件事情，它一定是有，它一定都有一个对象。所以每一种心理的现形成，它都有一个所缘。那么我们说禅定呢，我们也要选择一个所缘的影像。那么这个所缘的影像，我们要选择一种比较健康的、没有负面影响这样一个所缘影像。然后我们把我们的内心啊，把我们的心理的能量啊，不断的投射给它，不断的投入给它，你就培养在你的内心要培养一种正念，要培养一种正念。那么培养正念怎么培养呢？培养正念无非就是你对这个影像，你要不断的重复。当你在重复这个影像的过程中，自然就是你不断的赋予它影像。当你在不断的赋予它影像的过程之后吧，你的内心的这种相关的力量，它就会得到成长。就像我们嗔恨，嗔恨这个形成也是因为不断的嗔恨，贪嗔也是因为你经常爱吃，是因为你有贪吃的习惯。贪睡也是因为你经常喜欢睡，没事就想着睡觉，没事就想着睡觉，你就养成贪睡的习惯。所以每一种心理的成长，事实上它都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你重复什么，你就是什么。首先你要选择什么，你要一个正确的选择。那么选择的时候你要重复，所以心灵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的重复。这个在唯识中里边的话就叫做种子生现行，现行新种子。就说这个，比如说我们贪心，你为什么会贪心呢？也就是因为你有贪心，你看到好的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贪心？就是因为你有贪心。因为你有贪心，所以你看到你被诱惑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当你在想要的过程中呢，事实上你的贪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那么这种贪心进一步发展了之后啊，你下一次看到喜欢的东西，你就进一步又想要了。那你想要的过程，你的贪心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所以每一种心理的成长，它都经历了一个重复的过程。那么同样的，我们要注意正念，我们也需要重复。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这个老念干什么？念一下就行啊。比如有一个这个老太太，每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这个她的孙子啊，就每天听得很烦，听到阿弥陀佛，那怎么样？那就他就想一个办法，过一会儿叫奶奶奶奶奶奶，叫一下，他干什么？他没说。过一会儿他又叫奶奶奶奶，连续叫了好几次，其实没什么事情，结果呢就把他的奶奶啊，就搞得很烦呢。那后来这个小孩就说了，你看我就叫你这么几声，你都不烦，就没办法，你每天那么喊着阿弥陀佛，这不是给阿弥陀佛也给叫烦了。这就是他不懂的这个道理，他不懂的为什么叫重复。我们念阿弥陀佛，我们是以阿弥陀佛的这样一种高尚的品质、非的智作为我们的所缘力，通过这样一种所缘力来培养我们内在的这种正念，这样一种
高尚品质，结果在我们的正面是苟延残喘，它就是没有道理。所以呢，为什么修行要每天要修？打坐啊，念佛啊，诵经啊，要每天要做，那就叫做正确的层次。所以什么叫修行啊？这是我给他们传告的八个字，就是摆脱错误，重复正确。什么叫摆脱错误啊？错误就是我们过去错误的习惯，我们过去的生命都是一种错误的重复。甚至我们可以说，普通人的生命，可能90%甚至更多的人，他的生命都是不断在一种低级的重复啊。很多人的生命都是一种低级的重复。那我们现在学佛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这种生命的高级的重复。如果你要完成生命的高级的重复，最后你就是成正成觉。那如果说我们还是一天到晚在做这种生命的低级重复，那我们的生命要被你判一下，就会像看得到。因为你重复什么，你就是什么，就是你想什么，你做什么，你未来就是什么。所以究竟呢，就是帮助我们来完成这种正确的重复。在这个正确的重复的过程中，把我们的心灵的能量啊，其实这里就是增加一个逃出的问题。我们现在这个现在的人都没有头脑了，都被很多逃出的逃出股票。就像你要逃出股票，那你是要选择一个很好的这个股票啊，那最好的股票是什么？我问他们，他们说是什么？什么金融股什么股啊？这个，那你要选择更好的股票，你不断的去投资，那投资之后你就会不断得到回报，对吧？那如果你现在如果投资的这份股票啊，它是很糟糕的，那你就可能是血本无归。那血本无归呢，还有小事的。可是我们对心灵的投资啊，就不只是一个血本无归的问题，而是破罐无成。比如说，你把你心灵的能量都投资到嗔恨心里面去，你把你内心的嗔恨心培养的无穷无尽的大，它将会给你带来多少痛苦？所以，心灵的这种选择啊，错误的选择，给你带来的这种弊端，它比这种现实中的错误的选择，它要大一千万倍。可是我们一般人不懂得去关心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我们很多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也需要选择一种心灵来投资，就是我们要去认识我们有哪一些心。我们叫学佛，就是从学佛其实就是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就是要了悟自己生命的真相，然后通过了悟自己生命真相，然后达到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就要去了解，我们究竟有哪一些心，哪一些心会给我们制造快乐，哪一些心会给我们制造痛苦，这是我们要去了解。快乐，这个快乐，我说的这个快乐啊，这个跟我们一般的快乐还不太一样。有一些快乐啊，它不是很健康的快乐，那么这种快乐，事实上它本质上不是快乐的。我说的快乐是本质上的快乐。我们有一些心啊，这个。比如说你贪心，你也会得到快乐。你贪一个东西，那么贪的过程是很痛苦。当你的贪这种欲望满足的时候，你会有暂时的快乐。但是这种快乐是暂时的快乐，关于这个快乐的痛苦呢，我专门做过研究的，我发现其实这种快乐，它不是属于本质性的快乐，它只是你的那种痛苦被缓解掉了之后所产生的一种快感，实际上不是真正的快乐。比如说，就像两个爱的人啊，要见面啊，然后通过长时间的相思、长时间的痛苦，然后最后见面，他是有快乐。但是呢，这种快乐是因为他的那种思念被缓解掉了，不是说那个东西本身是快乐的。因为如果他不想见的话，两个人见面根本就不会是快乐的。所以他老是要有这种痛苦作为前提。所以，凡是这样的快乐，世间上是快乐的。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佛教讲的快乐是一种本质性的快乐，它不需要外条件，任何时候
你只要想到它，它都是快乐的。就像涅槃奇迹，它是一样的概念，它是内因果世界的一样，随时随地，它都是一种喜悦，都是一种安详，都是一种奇迹。即便是轮刀战阵，在战场上打仗，他的内心这种大和的疾病还是一样，一点也不会减少的。即使是被别人扔到地狱里边去，他一样还是快乐。因为这个快乐，他不需要利用条件，他是来自于生命的内在疾病。所以我们世界上这些快乐啊，实在是归根到了枯燥、短暂。而且呢，身上是苦多乐少，苦多乐少。所以呢，就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内心，哪些心理会给我们制造快乐，哪些心理会给我们制造痛苦，我们要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评估，认识了之后，我们要选择，然后选择之后，我们要投资这个究竟也就是我们要对这样一个正面。跟所联系进行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心理的能量都投入上去，都投入上去，然后在我们的内心形成正念，我们有了正念之后，我们就会自在，那些烦恼的力量就越来越弱。所以禅定的修行，在我们内心的过程中，它只要是要完成，它的作用只要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帮助我们养专注。禅定的修行可以帮助我们这样子帮助。我们现在的人啊，心态散乱了，专注不起来，想要让自己专注，专心的做一件事情啊，没有这个能力，很多时候没有这个能力，除非你的这个压力特别大，或者除非你觉得特别特别重要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很多时候很难。那么禅定呢，就是训练我们内心的专注。然后第二个方面呢，禅定就是帮助我们，就是使我们的内心啊变得平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我们前面讲过，每一个人的内心啊都有很多很多的不良的心理啊。那么这些心理在飘来飘去，你看我们每天要面对多少人，面对多少事，然后我们的内心呢，就是在不停的转化。我们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然后看到不同的境界是有不同的心态，而这种转化我们从来都在不知不觉之中，而且都是在自己不能控制的情况下，很多时候你看到越喜欢的人，你的脸可能就拉下来了；看到你越喜欢的人，你可能就越来越笑了。这些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因为你的心态太多了。你的内心的这个垃圾太多了，所以它在控制你。那么我们在禅定的修行呢，它就是帮助我们简化内心，让我们心啊变得纯净，让这些不好的心理啊全部都潜伏上，不起作用，让我们的整个心啊专注在一个果缘境上面。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烦恼，因为这个时候烦恼是被你降服的，它虽然还没有断掉，但它已经被你降服了。所以你会很自在。然后当我们做了这样一个戒和定的修行之后啊，我们的内心啊，我们已经建造一个良好的心灵的环境，我们已经一个良好的心灵环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修观开智慧，修观开智慧，我们要这个通过观照，这个观照呢，就是我们要对我们的所有的念头啊，我们要通过这个佛法的智慧去解除我们的每一个念头，就是在我们每一个念头的升起啊。我们刚才前面讲过了，就是我们这个念头，大概首先我们就要了解念头的产生，它是有它的因果，也因缘因果，缘起因果，就是每一个念头它的形成都是有条件的，都是有背景的。都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的心念间，各种各样的心念，有分为善的心念，有分为不善的心念，有一些心念会不断给我们制造痛苦，有一些心念不断给我们制造快乐。那么每一个心念啊，它的成长都是有规律的，不是没有规律的。比如说你讨厌一个人，你想起我哪一个人说你一句坏话，
你想起他，那么这个时候在你的日记上面面但是这一面才认清啊，有可能是恢复不到了，很快就会消失掉了。但是呢，如果你坐在那里，你不断的去想，这个人前几天说过什么啊？什么时候呢？又做了一件伤害我的事情？你在那里不断的去想，想了半天，你会把那一面才认清变得无穷无尽的，就变得很大很大。它甚至会让你半天都在这样一种不愉快的情境。甚至是一天、两天，甚至是几个月。有的时候，有的人啊，这种爱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这种恨的情绪啊，他甚至可以伴随着他一生啊。其实那只是一种情绪，那是一面，本来只是一面的力量，但是这一面的力量，如果你不断的赋予能量，把你内心的能量都投射上去，它可能就会实现一生，它可能就会影响你一生。有的时候可能还不止一生，它会生生世世的，因为生命是延续的。所以我们有人看到人，一看到就是那，我们有的时候见到一个人啊，一见到我就不欢喜，一看到他就来气。其实呢，你跟他也没有多少关系的，为什么？这就是你这个身份是从前生带来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人就一见钟情啊，估计可能是前生没有爱我。所以啊，这一生啊，要积极爱，所以在轮回里边啊，这个爱是没完没了的，是没完没了的，恨也是没完没了的，就是，所以每一种经验的成长都有它的规律，不是没有规律的。我们了解经验的规律之后，我们就应该知道，比如说我们对负面的情绪，我们应该怎么对待？我们对正面的。健康的心理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那么还有呢，每一个经验的成长，尤其是这些不善的经验的成长，它跟我是有关系，跟我是有关系。每一种经验的产生，我们平常人呢，因为我们有我执，我们有一种寄生起来的我执，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是我。我们会把我们很多这种有关系的东西，然后呢，这个贴上一个自我的标签，然后呢，我们也会把我们内心的很多情绪啊，不良的情绪啊，也当作是我。其实我们内心的很多不良情绪是我们内心的垃圾啊，不是我啊。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比如说像这个一些不好的情绪，实际上是我们内心里边生长出来的种子。你说如果一个人身上得了一个癌细胞，你说这个癌细胞是不是他？你说不是他，好像是长在他的身上，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会把它当作是，这个癌细胞是我要保护他，没有人会这么想。但是呢，谁也不愿意把这个癌细胞当作是我，永远是伴随着我，所以人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会想办法要治疗啊，甚至化疗啊，想办法要。消除掉。可是我们对我们内心里面这种癌细胞，我们究竟怎么去处理它呢？其实我们的贪嗔痴就是我们心灵的病毒，三毒啊，这个心灵的病毒。有这个，我们很多这个负面的情绪，什么焦虑啊、紧张啊、抑郁症啊，各种不好的心理啊，事实上都是这个病毒啊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当这个病毒产生作用的时候啊，我们一个智慧的观众，我们知道它是。心灵的病毒不是我，我们要做这样一个关照。当我们如果要做这样一个关照的时候啊，这个病毒啊，它的力量就会弱了，它的力量马上就会弱了。当我们有智慧关照的时候，它的力量就弱了。可是如果我们觉得我在生气，我们把这个对这样一种感觉赋予自我的感觉，把它当作是我们很在乎它，我们很在乎很多人，我们很在乎自己的感觉。我在干什么？在乎自己的感觉。当我们在乎自己的感觉的时候，事实上意味着什么呢？事实上意味着我们是在这一份投资这一份股票，我们就是把我们心灵的能量再进一步投射给它。那么这个癌细胞，因为它得到能量、得到营养之后，它就会壮大，它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大，它就会越来越来劲。那么它来劲，我们就遭殃了。
要佛教叫我们要修无我，因为有我，所有的烦恼跟我是都有关系。世界上任何东西，它，我们只要贴上自我的标签，把它跟我发生关系，它就会牵动着我们的内心。如果说我们不顾虑这个我的感觉，什么东西都不会伤害我们。所以，凡是能够伤害我们，事实上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力量，不是这个环境。所以佛教是要叫我们修无我观，帮助我们来解除这些不良的心理，就是解除它的动力，解除它的动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认识到一切都是没有自性，无自性观，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任何一个影像，它都是因缘所生啊，都是一种条件的假象，任何一个存在都是一个条件的假象。我们说房子，房子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房子固定不变的房子的实质啊？有没有啊？它不变，其实房子就是这样的条件。除了这样的条件，房子的实质是什么？我们说这个桌子是什么？它就是这样的条件。条件里面的一个影像，有价值啊，没价值啊，好与不好啊，都是人赋予它。你觉得它很实在？就算离开条件，它是个什么东西？离开木头，它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任何一个存在都是一个条件的假象，所以这个佛教人讲空想自性啊，就是能够需要帮助我们能够智慧观照一切存在的一切，就是要认识到这种事物，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相对条件。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用智慧的去分析每一个现象，透过智慧分析每一个现象的过程中。它就可以把我们很多不良的心理就给解除掉了。当我们的心只要没有陷入到这个恶缘对立的状态，我们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它是一个恶缘的世界。那么所谓恶缘的世界，就是它跟自我有关系，因为有了自我的关系啊，这就会对我、你、他，然后呢，我就是我，你就是你，因为有了我，所以我就会很容易对立起来，我不是你，你不是我。但是在我们所有人存在之上都是一个影像，都是一大类元素，一大类影像，这些心灵的影像到这个物质的影像，我们只要没有这种自我意识，我们所有人存在之上是不会对立的，因为在空性上我们是相通的，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本质是相通的，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相，我们跟三世诸佛也都相通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有我执之后啊，所以才有什么国家、民族啊、人种啊、这个团体啊，所有的对立都是因为有这种自我的这种错误的设定这种关系的。所以佛教要消除这种世界的对立呢，那就是每一个人啊，就是要自我的。当我们的心不再进入到二元对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进入空性的状态。我们的心这种空性的智慧就会。那么空性的智慧一旦升起啊，我们就会活在这种由空性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宁静，这种安详，这种喜悦。当我们有了这种空性的智慧之后，我们就有能力把我们的内心里面所制造的所有的垃圾都把它清除掉。那我们的身心就进入活不在的这种身体，这种状态。所以这个修行啊，就是一方面的修解脱。解脱什么？就是解脱烦恼。解脱了烦恼之后，就能够成就涅槃。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修慈悲。所谓修慈悲，就是把我们的这一念这个悲悯心啊，无限的扩大。我们每一个人虽然都有悲悯心，但我们的悲悯心啊，其实是很狭，因为我们的悲悯心是建立在自我的基础上。因为有自我形成的贪嗔痴，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对别人的好感啊、帮助啊。事实上都是以自己的感觉为基础，我看得顺眼，我就愿意帮助你；我看不顺眼啊，我就别给你帮助你。跟我的利益没冲突，我就帮助你；跟我的利益冲突，我就不会帮助你。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那么现在呢，菩提心究竟是要打开我们的心量，因为我们原来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我们可能只是装了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把更多的事情都装到我们的内心。甚至最后呢，要把一切众生啊，都要装入我们的内心里面。所以菩提心的修行是每天
告诫自己，我的生命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我要以利益一切众生，要帮助一切众生啊，解除轮回的痛苦啊，作为我生命的目标。当我们不断的这样告诫自己，不断的这样想，不断的这样去做的过程，我们的我执就会慢慢的就会被摧毁掉了。当我们这种我执不断被摧毁的过程中啊，我们的这种慈悲心啊，也就逐渐的不断的在壮大。我们从一念的这种微不足道的悲悯心啊，最终要成为像观音菩萨这样的无缘大慈同喜大悲。观音菩萨就是这个慈悲心成就的一个典范，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只要众生有需要，我能做到我都愿意帮助他。同喜就是把众生的一些痛苦都要当做自己的痛苦。这里面没有一个任何一个自我在里面障碍阻碍，所以这是慈悲心的修行。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活动里面啊，我们在第六天将会有一个传道菩提心的菩提心戒，因为我们汉传佛教呢，这个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我看很多居士啊，有不少居士都造过菩萨戒，但真正造菩萨戒呢，其实多半是并没有发起菩提心，也缺乏慈悲的内涵的这样一种菩萨，这种菩萨根本就是不合格的菩萨，简直就是造反的。所以要成为菩萨，必须要从发菩提心开始，也就是必须首先要在你的内心里面建立这样一种愿望：我要解脱，同时我也要带领的一切众生啊，走向解脱。我要帮助一，我不仅要自己活得快乐，我更主要还要帮助一切众生啊，也都能够得到快乐，都能得到幸福。我要把这样的一种崇高的愿望，发自内心的成为我的生命的目标和使命。当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种，也能够升起这样的愿望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造福一心了，你们就有这个造福一心。所以造菩提心和造戒不是一种形式，它是一种宣誓，这种愿望的一种宣誓。所以呢，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几天的这个讲座，希望跟大家对这个发心内容能够有认识，并且能够真正的发起菩提心。我们为什么要发菩提心？我们不发菩提心，不发菩提心，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罪的。我们只有永远在轮回中造苦造累啊。所以不是说啊，我不想发心，我不想结果，我就只能过得很好。但是你这个好是假的，是短暂的。所以不结果，不修行，不走向解脱，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罪的。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结果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时间好像是，那今天就讲的就这么多。